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呢，是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大营村。这里呢有一个军井城隍庙，军队的军，井冈山的井，军井城隍庙。那我要进去看看。那今天就是想拍一下军井城隍庙这一期。那今天呢是2021年的12月17号，现在是下午的15:12。今天的天气呢，今天是阴天，看今天是阴天，所以说天气一般般。看一下这个天气是多少度吧。南安市军井城隍庙，军井城隍庙，然后今天呢是现在温度是18度，东风三级，有大风预警，所以说比较凉。那这几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0度，最低温度的是10度。今天，那我们就现在就开始拍摄了啊，拍摄军井城隍庙，城隍嘛，管阴间事物的。那依旧我是骑着我的小车，那个小电动车过来。军井西王府、赵王府和赵王军井，军井赵王府。它是一大间。它这个房间是其实是连在一块的，这里面是打通的，就是从这里打通的。我们从大门进，从正门吧。那个我等一下有这个有那个声音，唱的声音啊。南山宫军井城隍庙里面挺暗的。这个应该是黑白无常。
哦，这是假的，我以为是真的呢。姓陈泽宁。天井城隍，天能。夫人说错了，夫人。是夫还是天啊？夫人，看不清楚。他老婆。有求必应。
夫人，你这样说成天人。我看不清楚里面是什么。城隍宫，一个变一百一百幺啊，你需要给一百幺啊，要变一百幺啊，什么？那个匾啊，照能够全部照起来是吧？啊，只能看到那个，只能看到城隍宫。你那个小小的可以吗？记录一下，看不太清楚，但是。大致看得清楚。这边是，这是赵王府是吧？赵王府。四王府，四王府。土地敬主公，
晶晶。夫人妈神杖，这是一个铁门。Thank you.
这个有多久了？这个庙现在要一个习成这个有相片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是视频。不习成相片吗？不会啊，这个庙有多久了？这个金井城隍庙有多久了？秦皇宫啊，城隍宫。对，这个大概有多久了？这个多少年是吧？对，多少年了？237年了。237年了是吧？嗯。啊、哦。你去安徽的是吗？啊？说普通话比较听得懂啊？安徽的是吗？我啊。啊？我就本地的。什么省啊？啊？什么省啊？安徽的。安海的，不是安徽的。安海你怎么说普通话？啊？本地话听不懂是吧？本地话听得懂，但是我说的不太流利。我长期在外面。你安徽？我爱的。等几日就电话考了呀？等于我考给设本的。不对，你知道？我那个大概不对。这三间本来是应该是一块，这应该不是一起的吧？是后来加上去的是吧？这样。我说这个房子，这以前是一间一间吧，是吧？对。我看到上面好像不一样。200多年了。今天就过在地图上面过一特意骑过来看看。你到县啊？到城里先公去吧。哪里？到那个方言或者城里。方言。普通话怎么说啊？方言啊。帮是什么帮？帮助的帮啊。帮银。银。输赢的银。啊，对。帮银什么？我还没有去过。没有去啊。啊。城里啊。城里吗？帮。哪里啊？哪里啊？在我们两个那里帮你们。哎，两个有一条龙啊。帮银什么东西啊？帮银就三里头，就是金字塔。三字头啊，这金字啊，帮您帮您还去没客户去过？没有，我离这里远吗？啊，离这里远吗？在里面呢。啊？从那个公路一直进去啊。啊，就全部有。陈伟，我听得不太懂。陈伟林，两个呀？啊？两个呀？两个。确实是听不懂。但太，我太古两个。你也熟悉啊？我不是，我只是来就，来只来到这里，然后去到官桥，官桥那个。官桥二秦皇宫啊。不，天竺山，天豪光山天竺寺。五岔园，啊，五岔园你去过吗？没有，这附近我就没有了。小心洞，啊，天心洞，天心洞在那个城里，城里去天心洞啊。哦，那个没地方没去过。天心洞你去过了？还没去过。天心洞景色比较好。对，我是骑的那小的自行车骑过来的，所以说那个骑不了那么远。骑到这里都8公里了，天心洞要去一趟啊！行，我这里有那个放那个蓝音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放这个蓝音，我不知道。他刚才说的我也听不懂，确实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话。这个蓝音我不知道能不能那个，能不能就是说
能不能那个通过审核吧，不然都就是又是变成静音了。啊，这样子。这里是我电动车停在这里，电动车停在这里，看稍微看得到，然后这样子。南山宫城隍宫，清景城隍宫，南山宫，这里也是南山宫嘛，它上面写南山宫。那在这个这一面的话，哎，这里是什么？看看这边是什么？这一面应该是要刻什么字的吧？还有五星红旗呢。这前面有厕所。这一面应该要刻字还是什么之类的？这里是什么啊？这里也是城隍宫吗？这里是做什么啊？庙的呀，也是庙的人是吧？哦，就是举办那个吃饭的时候啊，吃饭是吧？啊，哦，吃饭煮饭做的挺好的。就是吃饭的时候在里面吃饭煮饭，很寺庙精致厕所，一般都是黑字的。哦，哇，这两个字给照清楚。我先上一下厕所。好，那我出来了。这里是南山宫啊，也这里这个这也是庙里面的，里面就是吃饭的时候在里面吃。南山宫，围起来，就是吃饭的时候。这个什么是它？一般什么时候这里有人？就是说人比较多啊。我听不懂啊，你讲这。一般，什么在这跳舞啦？人较多啊。哦，一般什么人较多？啊。一般，初一十五。初一十五，啊，今仔是初几啊？今仔日十四。十四，啊，闽南就闽南就好人。为什么？啊，你买什么？不，我是过来铁佗的，拜拜的。闽南是靠人。啊，天更啊，唔有啦。啊，用的闽南将近八九点到闽南岸。啊，闽南岸，到闽南岸了。好，等下啊。刚才问了一下，他不会说普通话。啊，他说那个明天。今天是十四嘛，农历的十四，明天是十五才有人。明天早上八九点到晚上，早上八九点到晚上，就是人比较多。然后看一下这个，这应该是捐款方名吧？他说这个已经有200多年了。捐香炉方名，2013年，这2013年，哇！一大片呐、啊，所以说真的是一大片呐、啊，这人千秋万代，只要不倒，墙不倒，
就可以了，对呀，千秋万代，只要人不倒，不墙不倒，墙倒了也把这个牌子给割下来。这个大榕树，这个挺好看的啊，这个挺好看的，在下面。这棵榕树，我说好像很年轻啊，然后下面的人说这棵榕树只有20几年，呵呵，20几年，那一棵就有100多年了。我不知道这个声音，等一下我不知道会不会又要弄掉啊，真的是有时候这个蓝音。他好像说这是100多年了，是哪一棵啊？反正就是这几棵。啊，这里就是军警城隍宫。南山宫城隍宫。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拍的嘛，在这里给大家说的嘛。给大家说的，所以我发现这个造景还挺好看的，真有挺有个性的。这里是。放生图吗？水深危险，严禁攀塔。哦，有鱼啊，有鱼，可能非常深，这个可能非常深。军警城隍庙，军警城隍庙，再看一下。这里是军警城隍庙，然后这里好像有一个小的那个村庙还是什么的，去看一下。有求必应啊，他这个时候都写了有求必应，但是我好像，虽然我现在急需要什么，急需要经济上面的缓解。
但是我怎么还没有说出口啊？怎么回事？清风镜，清风镜。好像村，那村头还是什么之类的，都差不多，样式都差不多。军井村，本庙今城隍公坛前四碑，就是四碑，就是那样，怎么说，就是打碑嘛，打碑。定于今年城隍宫华诞之日，各项庆祝活动事宜并将各户稿兵，这是读稿兵通知如下：10月12日，各村集中，经子12元；11至13日，各户门前经子随意。本庙于10月10日至15日布施并用膳。10月初一。这哦，这个是10月11日，敬主公诞辰捐资，敬主公诞辰捐资。哇，他在施肥，一股好臭。哇，不好意思。他那个风向朝着我吹，好，那本期的就是军井城隍庙，那我们就拍摄到这里为止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或者帮我订频道点一个赞，或者加我微信给我一点帮助，谢谢大家支持。那我们下期再见了。这里是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大营村军井。城隍庙，军井城隍庙，它上面也写南山宫，南山宫城隍宫，南山宫城隍宫。
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。那我走过去，那走过去看一下，走过去再拜拜。哦，走过去再拜拜，进去再拜一拜。那这期就到此为止。那感谢大家支持，那我们继续看。好，那我们这期就到此为止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拜拜，下期再见，拜拜拜拜。